分跑，黑色85公板，773分跑，转头攞啊呢个 number 见唔到啊，12，白色12跑两分，黑色10防板，進攻5秒，21-2分，70防板，今日先問我嚟嚇 turnover。今日先問你點知幾多？12-6，過咗嚇，不如衝啦！6號投3分，85防板，唔關事嘅。你咁遲先俾我，你冇嗰個天文郎，你冇嗰啲打電天文郎。唔出奇啊！你知道嗎？13投2分，83防板。跟住錯，跟住話唔得錯。一日投都唔係未試過。啱啊！5號投3分，70防。唔係啊，試過咗先開個先。幾時啊？上次講唔講？九龍塘第一次啊，喺邊度揾我啊？所以佢都做咗21投2分入，我唔想再練。咩啊？一陣出咗啲邊個啊？嗯、哦，嗰次唔關佢事，嗰次張宇哦。嗰次係個 agent 戇鳩啫，個 agent 漏咗個時間。八秒進攻。我知道抽兩分入，應該有人沒打針，但原來隔壁那個體育都不是那個打，但我想說藍色沒有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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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色6投3分，黑色防守沒有球，我摁下球，藍狗就是黑色15投2分，10號攻板炒兩分，白色21-7，不過想講認真打咁多年，白色慳跑兩分，黑色十，已經唔知叫咩名啦。啱啊，啲人名都唔知人名幾大。啱啊，嗌唔出名嘅叫咩名？真啊，好啊，我姓曹。八秒進攻，5秒。你抽咯，都當抽，總之低過七其實而家你要對咯。我諗住七一萬。我搶60,000 yen咯。你10萬嚇死我！冇邊有咁多，快去進攻！邊有咁多現金啊？黑色11跑兩分。你到10萬咯。16啦，你到16啦，16。清楚。邊度唱平？
依家六號拆三分，黑色浸頭髮，我因為我咧做服務，我咁我就咁換咧，其實唔夠我差不多。我可俾一萬蚊你幫我可以十三跑兩分白色，十二度。或者係嘅話，我可以問下阿賢有冇銀行可以用銀行去傾，即係好 rate 啦。我應該要唱，如果要唱都唱到八秒進攻，八秒曬，廿界，十五人請入。我問下，聽日睇個 rate 幾多，咁咪就見。我琴日已經想唱噶啦，點辦？係啊，跟住應該就係因為台風，仲係 upgrade 緊個效果。但係今日公司嘅公仔入咗去唱咗喎。其實係咯，所以我就唔知點解咯。咁十一打三分，十個封板我都唔知啊。好嘅，反正我都唱得成功喎，五號。唔係嘅，咁你個匯率升翻，你再放都好係賺嘅，十一炒兩分，白色冇問題，因為匯率啊，係啊，我都唱咗，白色六炒兩分，白色就一個，本身諗住做嘅，畢業禮，冇俾咗你，係落單嘅，可能係落單都未去到，啱啊，黑色十五兩分，白色廿二放板 ，OK， 即刻。咁所以冇咁，因為普通嘢一年一唔會放，所以佢可以一年放。哦，佢係 working holiday， 五個炒兩分，黑色十五粒，十粒放牌。慢啦，慢啦，炒一炒啊！我幫你，我幫你。正嘅，正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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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正是嗎？我的friend好像這樣，但是我都不記得了，只知要找大公司請，小公司定不請？不會啦，簽這些飯啦，有東西要請，該簽三寶的，是啊，白色五炒兩分，有一公飯，八秒進攻，有一兩分炒，有一個公飯，阿通姐啊，白色六號三分解公板，好吧，射多啲啊！我黑色十一兩分加多分，稍等啊！好吧，好吧，未啊，未啊。執運請入，係啊，我都諗緊。咩牌啊？如果你係嘅話，呢幾牌別就會幫你拉啲咯。收嚟啊！八號兩分，白色廿三，唔收嚟。出事喎！出事喎！白色對犯三次。唔使擺喺屋企，你擺喺實房都得噶嘛。我可以好嘈啊！嗯，户口啫喎。你我幫你擺住先，你要問我攞咯。一分鐘。啲龍眼濕粒嘅聲。咁翻恒生摩士伯揸打我全部水，拜拜。開波開波開波！我問下先啊，揸打唔擺到？你用高户口仲係咪得？如果想普通啲，係咪啊？好似係支票户口，不過我支票。支票唔關事啊，支票我你擺寫 check 嘅啫嘛。八秒進攻，十一扣三分。仲有户口俾你開，美元啊、澳元啊、咁户口呢啲咯，唔係嗰個户口咩？可能石過户口係過唔過單？打橫邊啊！橫邊喎，都唔同係過嘅。五號炒兩分，十五防板，
十秒，十五 turn over， 白色廿三 turn， 五秒，一個又贏一個，贏五個，廿一手啦，都係咁樣打啊嘛，唔係㗎。